由咱乐冈国小吼先带来咱开幕表演。咱乐冈国小吼为了让恁，咱乐冈国小的学生吼来带咱两首的演奏，啊为咱今仔日正八的仪式吼来邀开咱的开幕吼，啊咱是由咱乐冈。争取到咱文化资产局的这个2500万，其中75%1875万是由咱文资局来处理。那另外咱伫管理议长甲副议长议员因的支持，咱的这个管政府提出20%500万，那剩的125万就由咱凤山市的管理委员会来这个支出。那伫咱的这个111年来完工了以后。那苗栗因呢，希望讲会使加速咱的这个彩绘部分，都由苗栗内底提出来因的这个经费，啊，真侪拢是咱的陈大师伊来做管理。陈大师有讲，咱的这个高级南街位吼吼，这钱搁赚到有高级无去无去吼，所以呢，凭着这样的一个部分，啊，都伫遮啊，搁干工，搁甲规个会使工作了真完善。那今天的这个彩绘大师，这个林传志老师的作品。这个也非常的这个简单，而且呢大方，那可以再公把这个庙呢呈现的活灵活现的。那我相信未来在我们整个的凤山市的一个这个对外，不管是在宗教信仰或者对外古迹的部分，都会有增加入港的一个丰厚度。那咱今麦噶龙山寺、红山寺、妈祖跟噶咱的这个鹤栖别墅。也给咱丁家古宅这个保护呢变成串联成我们一个深度之旅哦，让那个喜欢文化或者来到鹿港的人，他能够呢更加了解鹿港在地的文化。正式揭牌仪式，倒数3秒，3、2、1，请揭牌。祝鹿